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文化大学运建系的同学，他们特别带来金歌任务，要呼应我们今年度的农产品特展，同时还有我们的米谷粉多元化应用，运用一些巧思，一点不一样的变化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米食是如此的多姿多彩。我们再次热情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好吗？注入年轻的活力，就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呈现哦。手上展示的，这都是我们这一次米谷粉多元化应用创意大赛，不管是中式或者是西式烘焙的成果展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原来我们的米谷粉也可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多元创意的变化。再次热情掌声，谢谢他们好吗？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文化大学的同学。